给你们一个机会了，给你们一个表现了。对，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让我们俩在一起，让我们俩能好好的。看以后怎么样，如果看你的努力吧。叔叔，你这是答应了吗？这个花花就是我没答应你哦，我给只是给你一个考验，给你一个机会啊。给我个考验的机会，叔叔。叔叔阿姨们，叔叔他说给我一个考验的机会，他说虽然没有答应我们，但是呢叔叔他同意了给我们一个机会啊。叔叔阿姨们，那这个意思是叔叔是不是默认是一个，就是爸爸他愿意给我们俩一个机会，他说给你一个考验。那叔叔意思是他不反对了。爸爸就是叔叔，你是意思是不反对我们俺现在在一起了，是吗？叔叔也不赞成。不赞成，那这个是，那这个是，那就是意思是暂时答应了。爸就是，可能就是想看你后面的表现吧，因为以后日子还这么长，一下子也看不出什么来，就是要，就是说明叔叔他暂时答应了。叔叔暂时答应我们的。叔叔，因为你们说我爸爸现在这会儿是不是答应了呀？叔叔阿姨们，叔叔是不是默认了？是默认的话，你们就扣个一啊！你们觉得叔叔是答应的话，你们就扣个一。叔叔是不是答应了？叔叔，我觉得应该是答应了，应该是答应了。我爸是愿意给我们一个表现的机会。叔叔，那应该是答应了。叔叔答应了。这个你心情有没有好一点？心情好多了，是我最近好像最开心的一件事。最近最开心的一件事吗？那我后面一定要好好努力，我一定要加油了。小鱼哥，我们俩一起努力。好，我们俩一起努力。那个姐姐刚才那个姐姐。他应该也在直播间看着呢，他应该也挺为我们高兴的啊，他应该也为我们高兴。哎，姐给我发消息了，姐给我发消息了。姐说恭喜我，然后说那个祝福弟弟这个就是第一步然后完成了，就是后面的话让我好好努力，好好表现。我好好努力。谢谢姐，谢谢姐，姐谢谢你啊。姐姐对她这个姐姐她一直以来帮了我不少啊，因为脑白金的话，她这个品牌的话是国民大品牌，他们平时的话线下的话是卖200多一瓶，今天的话在直播间呢，她那个优惠券啊，有那个优惠券的话是给上了。上了99四瓶啊，刚才抢到的叔叔阿姨们啊，应该都到时候都会收到四瓶的啊，你们放心啊，拿回家都会收到四瓶的话，平时你们在外面可能买不到啊，没有这个福利，没有这个机制啊，今天的话呢姐姐也是帮忙啊，有这个机制啊，你们抢到的叔叔阿姨们啊，你们可以回家啊，回家那个啊抱抱叔叔。吃饭要晚一点吗？因为我爸前面才直播晚一点，我们跟我爸爸出去吃个饭吧。叔叔想吃什么？晚上我请叔叔吃。那叔叔想吃什么？要吃啥？等一下。叔叔这边直播间很多叔叔阿姨在看呢，你要不要出个镜？你想不想出个镜？出镜啊！叔叔要不用了。叔叔不愿意。叔叔不愿意出镜。叔叔阿姨们，叔叔家人们，就是叔叔小红的爸爸不愿意出镜啊，不愿意露脸，不愿意露脸的话，我就叫不就算了。没事，我爸之前没有直过播，他不知道这个，要不算了吧，叔叔叔叔要是不想的话就算了吧，叔叔不想出镜的话就算了吧，没关系。好，
叔叔要不想出镜的话就算了啊，哥姐叔叔还忙，因为叔叔的话他可能不太好意思啊，他之前没出过镜啊，没出过镜。那叔叔阿姨我也想了啊，我后面的话应该怎么样去把现在的生活过好，我其实也有在做规划。因为一直以来这么长时间呢，我就是现在的话情况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还要糟糕啊，就是现在可能没有一点资金，然后而且没有一点办法了。我可能想的是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就跟小凤一起啊，去跟小凤一起去那个什么，去摆摊儿啊。小凤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，我就去陪你一起卖菜，你会嫌弃我吗？不会，我们俩一起嘛，我们俩一起去。你不会嫌弃我啊？我不会的，小林哥，你不要有这种想法。叔叔阿姨们，我后面的话一定会努力的啊，后面的话一定会努力的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会先振作起来的啊，叔叔阿姨们啊，不管怎么样，会先振作起来的。谢谢叔叔阿姨们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还挺，还算。今天挺开心的。本来以为我爸要不同意，然后没想到我爸现在还好。那样的叔叔他还是比较支持我们的，还是说明这段时间可能是我感动了叔叔。叔叔阿姨们，因为我爸就是来之前，我们来之前他刚吃过，就是五点半的时候差不多才吃过，一会儿等晚一点我让小杰哥跟我爸爸一起出去，我们吃个夜宵。现在稍微有点早了，叔叔阿姨们。现在说。因为我爸爸才吃过。我相信我也一定会好起来的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我相信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啊，我也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我会努力的啊，家人们，我会努力的。那我们要不就那个什么，我们就去。但是我爸爸才吃过。叔叔阿姨们，今天可以算是就是最近最好的一个消息了。是的，不管怎么说，后面的话肯定叔叔既然他现在同意了，那我会努力的，那叔叔阿姨们啊，我们要不就今天就这样吧啊，我们今天就下播了，然后呢，我去带着小凤去外面去跟叔叔啊，爸爸叔叔对叔叔，我们三个人去吃点东西啊，现在6点多了啊，叔叔阿姨们。那咱们要不就，其实今天就先这样吧啊，家人们啊，今天就先这样啊。叔叔阿姨们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啊。今天感谢叔叔阿姨们，感谢你们的陪伴。叔叔阿姨们，我们就下播了啊，拜拜。拜拜，叔叔阿姨们。